来，咱这节课，咱过来继续哈。这个法律的台湾跟政治的台湾，哈，咱有解分。法律的台湾，就像拄啊，我有讲过，法律是硬邦邦的物件，哈，是咱看过美国，美国判决来了，伊就爱按照伊的判决，哦，来实施，叫做法律，哈。啊，你若是政治的台湾，吼，拄啊，咱学员嘛有人讲，啊，武甲整个台湾武杀杀，啊，杀无脏啊，毋知方向伫对，目标伫对，嘛毋知，吼，啊，所以讲政治是啥物种的，咱来解分，政治又分作名词甲形容词，两个人以上。哦，政治这就是管理众人嘛，哈、哦。啊，你那为人，哦，你像过去，阮迄阵也无在主类的时阵，哈、哦，我在 DM 的时阵，阮是空嘴薄舌安尼咧讲讲呢。为啦，那较无客气的讲，啊，上者都休工啦，啊，我嘛是都爱做工，哦，爱来上班到饭下食，这种人。哦，叫做资源回收人。哦，讲一个较歹听的，就是假霸单西迄种人。哦，随便和这些政客来操弄，啊，咱台湾就是安尼。哦，台湾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秘书长伊嘛讲，咱爱参悟，你一定爱了解这个政治。啊，政治是啥物货？你爱一定去了解，你免去参悟嘛。你一定要了解啥物叫做政治，哦，像讲这个第二种政治是一种的形容词，啊，咱逐工拢在用无？咱逐工拢在用，哦，譬如讲这个手机就好，哦，即卖这个上界有名的，哦 ，iPhone 6即卖出来，即卖譬如讲啦，比如说。iPhone 7，哦，是未来机嘛，哈，这个未来诶，这个手机，这个手机整个结构有够好诶。咱若安尼，哦，一挂程式，一挂软体，咱免用手机机，咱用讲诶，一挂程式都拢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个譬如说啦，哈，未来机一台偌济10万诶台票，啊，你若像讲我有三个囡仔。那将拢要买一台，都要30万啊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咱时代人会甲讲，讲啊，即呐吼，那大量弄出来的时阵，那较侪是毋是介绍会较俗？吼、哦，咱带来买好哩，这就是政治的形容词一种。吼、哦，啊个有，哦，像阮太太讲洗衣机歹，啊洗衣机歹，安那来买嘛？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！你即马洗衣机有分几啊种啊？哦，10人诶，13个人诶，还有15个人诶。啊，因为我毋捌咧洗衫，我毋知啦。迄拢因，哦，我咧讲诶，拢当头毛较知影啦。哦，啊，即马是去买买钱付完啊，诶，着过去讲开迄、那個、哦四门诶，迄冰箱吼，啊，着遐开遐开。我讲哦，你无安尼讲开，毋多人讲开歹，着搁讲赔。啊，迄个底下，迄个服务小姐就讲，哎呀，底下咧笑，讲看看无要紧啊。我讲好等哎，好等哎，因为阮只咱两个人尔，啊，囡仔都拢伫外口读册啊，拢读大学，哦，啊，我讲都会用一就好啊，哦，讲爱想细台，我讲无要紧啊，台湾民政府啦，执政的时阵，我买一台足大台，啊，你若热的时阵哦，买当去袂来得。啊！迄小姐煞咧底下咧笑，哦，啊，这是事实的啦，哈、哦。咱来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，咱就足有钱啊，太无，哈、哦。是看这个执政者是安怎，哦，来执政，将这個，哦，整个台湾看你要安怎去改规划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这拢是一种政治的一种，啊，搁有哈。哦我加减会用煮物件，哦，啊，一边去收购，
伊个特色都拢卖迄日本诶物件吼，啊，譬如讲迄面素，我拢买迄煎鱼诶迄种诶吼，啊，拢加减在遐呐，台湾面素我毋敢食，吼，伊拢为用釜山呐做诶，化学诶物件做，啊，所以讲我买起哩吼，啊，有家己呐买一挂衫吼，啊买啊，阮太太吼，足古怪，乱来诶时阵吼，有伫牵手啊，吼。啊，即嘛向久无咧牵手啊！迄天向向搞牵手哦，我心内讲，哎呀，今仔有代志发生。即嘛是哦，啊，就起哩起哩，前腿坐起哩，去到遐，爱在徛伫迄个专柜吼，专柜你知影吼？啊，我伫遐看吼，虽然目睭吼有老花，但是迄五粒零的吼，啊，搁一个头前一个二的，迄我看有。我哪讲？哎，落你遮看，我来变数一个安尼，吼。这样是伫遐等，讲奇怪呢。啊，你去便所带去，样个无啦。啊，我到去遐洗洗，我也不叫你买啊。你烦恼讲这，哎，一卡包包20万呢，开玩笑。我哪向这钱？我讲好啊，林刚啊，即种吼，我那买较好好你啦。哦，因为阮有两个儿子啊，哦，拢伫台湾民政府啊。哦，啊你呐，咱呐即种了，因咱薪水拢是一般吼、哦，行政官。3倍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恁那家己去算，因为我伫遮面对这个镜头，哦，这种是 live 的，哦，拢现场，全球70几万人拢收看会到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恁伫遮吼，包括恁伫厝的人拢看会到，伊伫网络都拢看会到啊。哦，我曾经伫第一教室咧讲课的时阵，啊，一个伫我头前，啊，一个吼、哦、女童星，啊，毋知可能忝的时阵。底下闭目养神，吼、哦！底下阿云先生哦，即嘛卡迄个赖，甲伊讲你现在在打瞌睡，阿、啊、伊听着讲，你这样回答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、哦、现场都看得到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讲我底下面对的，包括美国的三个人吼，伊、哦、就底下甲我监督，看我讲了唔对无？也翻译做英文，哦，所以讲直接讲袂使，我袂讲真哈。所以讲讲的法律，拢伫咱新台湾论内底，条条有理，哈、哦。你当看吼，啊，因为我爱讲较紧小看。来，这里、个、五都的选举哈、哦，咱大概五都嘛哈、哦，你拢知影。这个高雄县市会当合并，啊，台南市。哦，县市也当合并，啊，台中县甲台中市也当合并，啊，这个台北县甲台北市敢有合并？无嘛吼、哦，啊是安那太袂当合并，因为台北县佮设一个新北市，是人较济吗？唔是嘛吼、哦，这是咱今日来遮重点要学的，吼、哦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吼、哦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你如果乃当就地合法，请问台北县甲台北市呐合并，是不是这拢会当合并？安尼叫做就地合法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伊爱设一个新北市，其实唔是人想过济，咱拢予伊糊弄呐，乌龙蛇道。甲你讲啊，人想过济，所以爱阁设一个新北市，其实唔是。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，拢伫首都，哦，包括咱咧讲棒球，伫即个哦，学生囡仔也好啦，吼、哦，也是成棒、轻棒，是毋是拢爱个写一个 CT 伫个运动衫，对毋对？迄代表啥？Chance is 台北嘛，吼、哦、，Chance 台北。正式的名是 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哦，伊是伫首都，哦，即咱等下讲着，哦，还阁有，咱即卖来甲看，哦，就是即个安倍，哦，伫即个新闻，即嘛有讲，哈、哦，台湾是日本重要的伙伴，有重要无？真的是很重要，哈、哦！来，这个
咱知影这个意义，吼、哦，搁过来。第八月二四，吼、哦，这《自由时报》，这阿辉伯啊，吼、哦，在日本的时阵，这咱秘书长进京两年前就甲讲啊，你应该要把真相说出来，吼、哦，这个真相，因阿兄就是。李登钦，李登钦对，嘛是伫《中国新社》内底啊。哦，啊，伊讲诶，台湾有对日抗战，李登辉嘛讲啊，哦，看到欧尼啊，哦，这就是真正伊讲出来的话嘛。啊，咱是不是啊、哦？大日本帝国诶，台湾人，咱较早。哦，咱的爸爸还是阿公迄个年代，拢总是日本人在管理啊。哦，像我做囡仔时阵，咱伫住伫三合院，咱的门是毋是拢迄个房仔门两片关咧？啊，若有话是讲串咧，啊，阮是讲拢吼爱锁咧。哦，啊，你家想讲，即阵恁即阵就好啊，恁的门是用啥物话做的？个唔是铁啊，个用白铁门，爱个迄锁，爱个分几段，你敢知影？讲啊，咱啊锁匙入面安尼开，正边倒边就开啊，伊唔是爱个锯落，啊个唔代个转几轮，哦，啊转到细到唔知影，含这个门要开去就开几啊分钟，你甲像我怎这小的变做安怎？哦，八段、哦。哦，真正，这唔知要安怎开。啊，较早阮阿公哦，我讲阿公，啊你遐门无爱关咧锁咧，我唔免，无差啦。过阮一个阿姆吼，伊今年九十岁啊，伊讲伊足怀念较早日本时代迄个生活。哦，啊包括我过日本过三抓，我知影第尾抓，阮就哦，这较淡人阿讲。较等下讲，赶紧只甲讲完，咱后壁就通看。吼、哦，即卖来，我上介简单嘞吼，讲一个养生之道就好。在座是饭前食水果，还饭后食水果？嗯，这观念袂歹。吼、哦，可能有听咱的课，一定爱饭前食水果，袂使饭后食水果。咱的教育老师拢甲教啥？拢是饭后食水果，这是唔对的观念。你像透早起来，你啊啉差不多三百 CC 的温开水，该啉落，甲胃叫醒，你食水果，吼、哦，因为我是较爱食苹果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我用苹果。你食芭乐、食奇异果、食金蕉，拢会使，吼、哦。啉落，啉滚水啉了，水果食了一点钟，吼、哦，但开始食你喜爱的早餐，啊，食较营养的，无要紧。啊，你若会讲，啊，我上班要安怎？无要紧，你上班要去公司当食嘛，可以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甲水果食，伊会抗氧化，甲你的体内的毒排掉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想讲暗顿。早顿、中昼食较好，啊，暗顿就莫食遐好啊，莫食大鱼大肉，食蔬菜较侪，啊，食六分饱、七分饱就好。千千万万暗时唔好过去食宵夜。我讲安尼哦，秘书长，你会用欠石头啊？伊讲，啊，事实有影。你若常常食宵夜的人。哦，宵夜啦，免偌久，十二点就好，叫做宵夜嘛。你食食，你长时间拢无好胃休困，到有一天胃癌绝对来找你。我讲安尼，你唔知有认同无？因为我伫遮讲，我袂使后壁讲，这是有根据的。因为你长时间拢无好胃休困，我请问你，你会当冻偌久？啊，你其实食拢烘的肉，吼、哦，啊拢是肉。啊，肉在咱的胃内底，伊爱个消啊，真久的时间。哦，啊，暗时你若较早困嘞，十一点到一点，这是咱肝在你一天内做工过做了忝忝的时阵，伊会开始排毒。哦，譬如讲啦，吼、哦，肝差不多像安尼，哦，比如说它像安尼，
伊若咧排毒释放的时阵，伊会阁中一杯大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较早困咧，我拢头十点半我就休息啊。哦，因为我暗时，你透早隔工透早三点还四点，我就爱起来抓虾啊，所以讲我拢个足早就困啊，哈。啊，这是简单的一个尝试哈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哦，你也看，全球将近70亿，台湾都2300万的人口，居然有三项第一的。有疾病，糖尿病，啊，过迄个免讲，哦，来，啊，这是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哈，因为恁是伫初级班，哦，啊，这到高级班的时阵，我会把概念甲恁讲一下。到高级班的时阵，恁有这个概念的时阵哈，恁在听就较袂响响清楚哈。这是一个签约日哈。啊，在1951年4月28日晚上哈11点半生效，旧金山和平条拢总有27条哈。来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要主张独立？啊，咱台湾民政府为什么讲袂当独立的原因是伫二家，这个足重要哈。主权等于权力哈，加名利加主张加义务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主导权，主权呐、啊、等于主导权。第二就是讲，这个完全的主权，就是讲伫地上物的主导权，吼、哦，啊，买当讲是土地的这个主导权，等于权力的主权，吼、哦，加这个领土的主权。啊，伫这个主权权利加主权义务。哦，这是领土的性质大有，哈、哦，领土的性质大有，哈、哦，这个 right 哈、哦、加 title 加 claim 加 obligation 哈、哦，这是一个义务。这个因为这个英文的翻译啊有足济，哦，所以讲我把这所有的都拢列出来，但是伊的意思都是一样，哈、哦，拢是相同。这在我们的新台湾论里面190页、哦、这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、哦、B 鸦片 relinquish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、哦、这 claim to Formosa、哦、跟包括我们这个朋友、哦、这是日本放弃台湾的权力名义跟主张，这是一个宣誓权。来，我们再看这个哈，先看这个料，咱大哥倒转来看咱拄啊迄个哈。比较当时伫二战的时阵哈，意大利对索马利亚哦，诶，这个情形，就是讲，诶，这个意大利哈，为啷说是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，因为意大利无索马利亚诶这个领土的主权，所以讲伊爱放弃两项。咱为什么爱放弃三项？啊，敢有四项诶？就是因为上重要，就是这个主张宣誓权。哦，我用安尼来解释好啊。哈、哦，就是讲，伫这个政府内底，你爱有完全的领土，完全的领土嘛。啊，你有领土来讲，你是不是爱有这个政府？政府了爱有这个人民，哈、哦。啊，你若想讲，咱因为有这个宣誓权啦，哈，这个可能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譬如讲，伫今年4月7日，美国哈，伫个第七舰队迄个现役的大黄蜂，迄两架战斗机是安怎伊会当降落伫台南？啊，屏东嘛会当降落啊？吼、哦，这足简单。这就是这块土地是我美国我占的，我有这个权利，我要占对路就是要占对路、哦、包括我们八八水灾、哦、因为那个物资救济直升机一个入来就随时入来，也不用经过你啊。但是你这两架战斗机你如果飞过苏联会怎样？会用打下来、哦、这叫做宣誓权，就是说这块土地是我占的，我当时买下来，就是由在我，不用经过你的同意。
吼、哦，这个是伫这个，咱一定爱放弃这个宣誓权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话一寡，即个台独的，因为这块土地是谁的？是日本天皇的。啊，你住这块土地顶啊，还有主人，啊，就像安尼啦，哦，譬如讲。哦，像这个学业员，啊，咱都上课，伫遮我们也上课几啊年啊，啊，无咱来个投票，哦，讲即个变做咱的，啊，这个姚先生，伊敢同意？无同意嘛，意思相同，吼、哦，咱所带即块地，咱只有迄个所有权，无领土的主权，啊，你讲要讲独立，是要安怎独立？是要独对对去？哦，咱过去咱拢唔知嘛，咱也无你甲我所受的教育拢总相共，哦，无来接受这个法律的洗礼了，恁绝对唔知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讲，甲外口这人，甲咱这亲戚朋友咧讲，有都是啊，正甲暗棍啊，紧作大条，哎，无可能啦、啊！啊，你甲想吼，阮顶礼拜忏悔的时阵。迄、那个宋初儒啊，诶，这造势晚会，然后300公尺尔，伊个麦鼓，阮也阁有听到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底下啊，迄民众哦，桥倒歪，啊，对啊过，哦，遮嘛在食呢，啊，阮讲，逐礼拜拢有，你甲想，对，即个对政治有较敏感度的人，你甲想讲，中华民国嘛是一个政府，啊，是那台湾民政府，伊毋是用。团体，啊，不是用政党，嘛是用政府，你就会去思考，吼，会去了解，做一个了解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咱讲起来啊，真正好运，吼，恁拄啊好坐伫迄个上尾班的火车迄班啊，拄啊坐会到啊，吼，啊，就算好运啊，无要安怎，吼，对不对？好，好来，啊，咱即马吼，咱来过来甲看，哦，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吼，啊，甲台湾民政府吼 ，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哈，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个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民政府，恁伫拜五来的时阵，咱的正手边还有一块代理照，遐写啥？台湾政府对不对？啊，恁即摆起来来大门要咱来办公厅的头前，遐迄块是毋是有写台湾民政府？啊，有奇怪，啊是台湾政府，啊甲台湾民政府，啊到底是对一个？吼、哦，这个嘛足重要，恁来听好吼、哦。美国军事政府甲台湾民政府，军事政府是咧创啥？民政府是咧创啥？军事政府伊个任务，就是将台湾这个地区人民财产、生命，伊爱保护安全。哦，这是伊个责任，包括国防，这拢是军事政府要做个。啊，民政府要创啥？民政府就是讲咱家己多数遮个内政，包括税金，哦，包括这个立法，这拢是咱爱做个。包括即阵咱伫受训，因军事时期有三个时期嘛，吼，军政时期、甲训政、甲宪政，咱即马就是宪政，哦，训政，啊，咱嘛有定即个台湾基本法，恁有一本红的、红色的，迄本，阁有一本，哦，安尼可能伫高级班大有，哦，内底，哦，即、這个。基本法内底，咱拢有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以后的母法，吼、哦。因为咱这个算讲哦，伫参众议院，那么伫美国遐还有经过，所以讲咱当有法度当发行。咱即马就是按照美国的意思，吼、哦，伊讲一步，咱就做一步，吼、哦，包括11月15要大游行，恁拢会当参加，吼、哦，邀请。咱的亲戚朋友，啊，迄免钱的，吼、哦，佮有呾，恁若住伫台北，
嘛有哪食中餐啊？哦，啊那伫台南高雄诶，食三顿。哦，台北一日游啦，哦，唔免钱诶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只内政只呐拢处理好，哦，伫这正常诶轨道。美军军事政府要撤退，伊要有两个单位，哦，这两个单位呐讲 OK 会当撤退。就是第一个单位，就是美国总统；第二个单位，就是国会。国会若宣布讲啊，因遮内政拢做了足好势啊，吼、哦！伫正常的轨道上，民主意志、民族意识拢总足成熟，哦，按照这个法律伫行。安尼，伊若宣布撤退的时阵，哦，这个面会提掉，吼、哦，这个面会提掉，咱若有申请身份证的。新闻证写啥？台湾政府，意思是缘由是安尼来，伊知影咱的执政，所以讲伫这新闻证，就唔免过第二个手续，好、哦，包括咱进三国，因为漳州一批来啊，咱即卖新闻证真紧，可能两礼拜就一千份啊，嘿，足紧的，哦，但阮台南。一个月就200到要300分啊！啊，你若六个州，哦，包括阿辉伯也讲一句话嘛，有差啦，哦，差足济，哦。来，这个法律的论述探讨哈、哦，这是国际战争法，哦，战争法，这足重要，哦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哈、哦，就是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是美国陆军交战手册。第六章、哦、第一节第358条、哦、所延伸出来，过来就是流亡的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就是咱拄仔咧讲的五都的选举嘛，哈、哦，这是日内瓦和平公约、哦、第47条，这只是有根据法源，唔是咱直接乌白讲的、哦，如果占领来当移转主权，哈、哦，遮的拢总叫做美国。就是安尼，所以讲伫这个国际战争法内底，伊一定要给规定甲足清楚哦。伫像1830年甲1840年拿破仑时代，占着占地而亡，占着都拢厉害，安尼袂使哦。就像即卖情形啊，因为即美国上阵的也伊足少的机会嘛，吼、哦，伊的科技发展甲安尼，哦，啊那伊啦讲要占足济嘛。来啊！流亡政府，哈、哦！流亡政府的定义，就是讲对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，袂用伫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，哈、哦！举例，哦，法国，哦，流亡伫这个二战的时阵，哈、哦，伊嘛是流亡伫英国的首都，哈、哦，伦敦，哈、哦，叫 French London， 比利时嘛小港，哈、哦，流亡伫伦敦，哈、哦，韩国。韩国嘛是，韩国伫1904年的时阵，伊将管辖治理权哦来交代吼、哦、这个日本天皇，所以讲伊韩国的总统，伊要阁有这个留下这个领土的主权吼、哦，啊伊流亡伫上海吼、哦，叫克里亚上海吼、哦，啊中国流亡伫在台北嘛吼。哦叫做 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、哦、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来啊，这个是咱伫2009年哈4月7日哦，这个判决哈有这5点哦，这咱江苏拢总有讲过，这都是重点。江苏那个重复的，这拢是重点哈、哦。来啊，台湾民政府。哦，就是2008年2月2号，哦，成立，哦。上面有叫做战争法，这若有江苏若有讲的，啊，你无抄到的，吼、哦，你会当阁详细阁来讲，吼、哦，阁来给抄起来，一定爱抄起来，啊、哦，这是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内底的判决，吼、哦，这有100几条的判例，日内瓦和平公约。哦，这嘛是
第三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总章程，有关战争化的部分。哦，譬如讲，咱唔捌见过战，咱唔捌战争过，但是咱咧伫这边的当中，你若有穿一领红十字哦红十字的衫，还是肩章，迄叫做义务兵嘛。哦，啊，你义务兵的定义是要从啥？就是包括你伫战争的当中，你不管是盟军还是敌军，只要是受伤，你一定拢爱。去给吼、哦、到医疗吼、哦、到包扎伊个伤口吼，这就是红十字会吼、哦，这个有关战争法的部分的一部分吼、哦。第四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吼、哦，这嘛有百几条吼、哦、的判例，就是讲这个战争法伊毋是条文式的，伊是这个惯例法吼、哦，在当场。哦，伊个判咧，哦，安怎啊？就是照这个判咧来判，唔免阁经过国会哦，啥物通过，唔免，吼、哦，这一个惯例法，唔是条文式的吼、哦。第五点就是1940年，吼、哦，这个美国的陆军，吼、哦，总署有关战争法的部分，只有3600几条，吼、哦，这个、一般的这个判咧，吼、哦，这个判例，来。国家的四个重要、上重要的要素，哦，这是蒙特公约内底哦所规定的。你要成为一个国家，一定要有这的要素，哦。第一，你要有完整的领土；第二，你要有政府；第三，你要有人民，哈 ，people；第四，你要有选举制定宪法，甲以及外交权。咱来甲看领土 territory， 即块敢是咱的领土，是毋是？毋是啦，即块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啦，吼。啊，过来政府，即敢是咱的政府？毋是嘛，吼，这是流亡的政府嘛。啊，咱是啥物人？哈，啊！不才恁今拢上两工啊，哈，唔对，大日本的台湾人，哈，因为即马这个日本，即马这个日本是新日本，哈，唔是较早迄个大日本帝国，哈，好，这嘛足重要，哈，来。咱即马讲到重点，即马的重点，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公告，伊马英九拢请讲这嘛吼，开罗宣言啦、啊，依照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公告吼，即、哦這个，这是一个宣言啦、啊、吼、哦、，declaration， 唔是 treaty， 唔是迄个条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简单我记一个咧，公司甲公司。要合约，是不是要有一个说明会？说明会了，你还要有一个意向书，哦，这就是较亲密嘛。这个意向书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内底吼一挂相关的资料机密，你袂当甲我泄露出去。哦，譬如讲，我一间药厂就好，我这药啊做嘞吼，我食嘞飞天遁地。你袂使甲我泄露出去，吼、哦！啊，真正有影无？哦，咱就做出来食看卖，市面上的反应安尼，哇，真正好。了后要来合约，要写合约。但是你若合约写了，是不是按照这个合约？啊，你这说明会加这意向书是不是无效？是不是按照这个条约合约对不对？我、哦、来。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公告，这是不是拢用讲的俩？是不是有白字黑纸？哦，白纸黑字啦，哈、哦，有无？无嘛，哈、哦，这拢用讲的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要逼这个日本投降，赶紧投降。啊，你投降了，哦，我的这个人民啊，吼、哦，或者军人啥会怎个安排？啊，袂安怎会怎个吼好好啊，吼、哦、交代。这个意思，但是这两个了后，上尾啊是什么条约？
签的是什么条约？敢知影？我刚才有听到人小可咧讲的，安尼恁行拢咧独孤。旧金山和平条约为准嘛，对不对？1952年4月28号，迄、那个条约遵守，吼、哦，这是国际法的铁则啦。意思就是讲，所有你开罗宣言也好，吼、哦，波茨坦公告也好，你爱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但是这27条的当中，伊嘛无讲。将台湾要来交予什么人？吼、哦，伫第二条的美有规定，就是讲日本天皇，你袂当插遮个国事，吼、哦，将伊个权力给杀一片吊起来。你天皇你无权力啊，但是伊嘛无将讲台湾来交予中华民国，嘛无来交予美国，嘛无来交予英国。美国伊本身伊嘛讲。我无台湾的主权，我只有台湾的占领权、占领权，足简单啊！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台湾未来的路，要安怎行？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咱台湾未走向共产的国家，台湾嘛未甲中国统一，吼、哦，台湾民众为百姓，吼、哦，谋福利，吼、哦，处处为民设想。哦，这就是你的福利哈、哦，你的权利、生涯的规划哈、哦，由你做主。来，这个、因为我去美国的时阵，哈、哦，这是这个国际泛日线，都是阿拉斯加哈、哦、的顶管。因为你今晚要过美国，你也是都要好写这个地球的圆形嘛哈、哦，圆形坐12点钟，哦，足艰苦的呢。真的很痛苦，一个脚拢肿起来，拢鞋啊爱脱起来，啊，正要穿落哦，真紧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拄好我睏醒，啊，拄伫迄个泛日线吼，啊，我甲伊翕落来，吼、哦，这拢结冰，吼、哦，拢结冰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伫美国啦，你甲看，迄楼啊拢向大楼，啊，这就是证券公司，吼、哦，证券公司。啊，这个就是国会啦，吼、哦，迄阵伊在咧征收的时阵，啊，这个敢那是林肯纪念馆来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、是咱伫，这个是咱的华盛顿 DC， 吼、哦，咱的办公室，吼、哦，伫这个二楼，啊，这个、是国际记者会的大门，吼、哦，叫我下哈、哦，台湾平民政府。哦，这是咱的办公室，敢那三平尔。哦，啊，这是，哦，伫国际记者会的现场，哦，现场。啊，这咱夫人，啊，这咱的律师，哈、哦、，Just Ken， 啊，我坐伫伊的边啊，这里就较清啊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哦啊，伫这个国际上的酒会，哦，这足简单呢。这是一般伫这个国民党伊会去甲你教。阮去的时阵吼，伫、哦、国际记者会还是伫酒会当中，拢会切磋，哦，大家拢会交换啥物名片，对不对？你名片要摕吼。虽然你无迄个名片食，但是你若有名片，你摕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摕出来爱双手。要交换时阵，你袂当讲啊，即个名片，我摕来互你，袂使。你一定爱双手，啊，非常有礼貌，对方嘛是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客吼、哦，你袂当客颠倒头安尼互人，爱客你的相片的正面，互人啊，伊摕的吼。哦你都爱双手给接来，啊，一定爱看，你袂当当接来，就对落底啊，甲跌落。哦，虽然这豆菜叶啊，还是番薯丁，你看无，无要紧，哈、哦，你嘛看一下，哦 ，thank you， 哈、哦，给阿一个手，这是国际里的一个礼貌。
啊，咱若普通啊，即我的名片来，一张互你，一张互你，一张互你。即拢无人甲因教，哦，这是国际上我出去的时阵，哦，因为咱出去咱是算观光团啦，吼，还是旅游团，吼。演讲嘛袂歹听嘞，吼。好，啊，这是伊伫这个水质的保护，吼，拢做了足好诶，吼。这是日本，吼。好，啊，这是伫这个日本的这个记者会，吼。啊，这个吼实在非常难得，吼，非常难得。我伫车顶翕诶，你甲看，伫日本伊规划。一年打一收呢，一年一收，你甲看人的水稻，是不是规个伊的规划拢足好势？吼、哦，播产农业就是农业，伊农业未去甲工业甲做伙，吼、哦，啊工业嘛未甲农业甲做伙，就是农业就是农业，工业就是工业，吼、哦，做了足好诶。啊！因一年一收尔，人安尼农民管理甲足好势，政府的政策嘛足好。啊，咱一年三收，既然农民也无饭通食，吼、哦，这是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执政者的政策唔对去，吼、哦。你甲看，人因这是伫因的庭院啦，吼、哦，因大个所在，吼、哦。足水个无，啊！因后壁就是因个放农机啦，吼，还是放货车车库，啊，这是因个庭院，吼、哦，庭院。阮伫遐看落来讲，哦，那有可能呢？咱遮敢有这无、個？吼、哦，这就是人规划啊，做好势。哦，啊，因个水沟啊，吼、哦，这拢即只是迄个锦鲤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画迄是。迄鲤鱼吼、哦，这就是这东西哦，有无？这只头吼、哦，你看，台啊啦，台啊，拢毛几十斤的呢，啊，足济哦，吼、哦，足济。这若伫台湾，噶无炸得了啊！你要到哪看到这鱼啊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讲，人的水质能保留了噶足好些吼、哦。啊，你啊看，这紫藤。哦，实在有够水的。四大世界奇景内底，这张就排名有对的啊。吼、哦，这开起来足水的，啊，阮鱼都拄啊好，时间已经过啊，哈、哦，时间已经过了，哈、哦。哦，这足水的。我鱼哈，因为我伫这个网站，我有看到，啊，所以讲阮今日拄啊去安排迄个路程。哦，都有对啊！我一去我就去找啊！哦，所以讲我一条我就找到啊！哦，哦，做得很漂亮！哦，有啊，这虾有大只无？哈？安那？哦，一斤一斤啊！阮是讲一斤，哦。这不止啦，嘿，这可能十几斤有哈、哦。啊，这啥？泰国虾，这一只半斤，哦。这是干啦，面色哈，好、哦。迄就是我透早起来抓虾呀，哈、哦。我有在讲抓虾啦，啊，这抓还有技术，吼、哦，还有技术，所以讲三点我起来嘛足忝的咧，啊抓抓啊七点佫赶紧坐桶咧来到家，吼、哦，这是台湾啦，台湾哈、哦，啊你甲看，拄啊咱看到迄只虾有足大只无，吼、哦，意思就是相共，台湾民间有好四万人。这篇诶，这个新闻出来哦，隔天就讲，啊，他妈你用骗你啊！你也看恁台湾民间好四万人，这个意思啊，
因为他这篇报道，这新闻这篇的报道，他不能正面报道。你正面报道《苹果日报》，你爱付这个稿费，哦，打这份这是 A2 版哈 ，A2 版这篇爱250万。所以讲，伊袂当正面报道啊。但是你有受过法律的人，你应该爱看有，吼、哦，就是意思就讲，哦，台湾民政府真济人哦，哦，就是像我恁今日来看到迄教授，惊死人，规个拢总坐甲颠颠，无位通啊坐，这个意思相共啊。嘿嘿嘿，吼、哦，意思相共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安恁听有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茫讲。哦，恁台湾民政府你也看，拢用讲骗的，哦，其实唔是，就是像我拄啊安尼，吼、哦，咱一只虾啊，吼吼，惊死人！这虾头将大只，哦，这个艺术小讲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只是白虾，这只唔是泰国虾，吼、哦，这当做虾尾，吼、哦，这个意义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这就真正泰国虾。这要饲了几年，到长大只哦，吼、哦！啊，迄煮面所做好食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人生的选择，吼、哦！人生是选择题，唔是是非题啦。每一项代志拢总有对甲唔对，啊，只是讲你要安怎去选择这个对的，吼、哦！我简单啦，吼、哦，简单记一个咧。这个咱有一个同心，但是伊即马住伫美国，吼、哦，即马住伫洛杉矶，吼、哦。伊细汉的时阵，然后读国中的时阵，迄阵应该是1952年，吼、哦，1952年，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签约啊。啊，这个美军的第七舰队有来有入来，啊，住伫高雄，但是住伫高雄吼，伫因厝的边啊，住伫爱河遐。啊，即马伊读国中的时阵，啊，迄军眷吼，美军的军眷嘛有拄啊有来，啊，带一队的这个子女，但是介相差头两三岁尔。啊，伫这个当中吼，虽然这个先生伊的英语无介好，吼、哦，拢大家知影讲，吼、哦，因遐出山拢会揢迄个捧果嘛吼，安遮那有拢揢金蕉，吼、哦。啊，互因食，啊，伫这个当中慢慢，这个英语吼、哦，慢慢的小可会通。但是因军眷当啊来的时阵，因的任务拢两年，哦啊，除非伊个有特别的任务，个会当加一年。但是这个先生啊，哦，这个先生起码国中毕业了，读高中以英文的程度算伫中上，哦，唔是讲足好。爱嘛足认真，啊！到有一天啊，高中毕业去找头路，拄好找伫一个美国诶，这个第七舰队吼，有关单位伊带伫一个福利社内底伫服务，但是伊即马有着这个兵籍嘛，吼、哦、兵籍啊了后去做兵，当然煞无头路啊，啊无头路要安怎？到有一天伊伫找头路时阵。这个护理师啊，诶，这个小姐打电话给伊，讲先生，啊，你有要搁倒转来遮住无？伊甲讲好，啊，一住得18年，啊，这18年的当中，吼、哦，伊嘛娶某生囝，啊，拄啊到1978年的12月30号，吼、哦，美中建交公报，你知影无？就是迄阵断交，这个中华民国甲美国要断交，啊，伊要甲中国。建交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中国又要求讲，你爱伫台湾的第七舰队，而且军队撤退，啊，撤退了都变无头路。但是因的单位有讲，你也伫这个单位待满15年，你会当移民归美国。但是迄阵，就是你人生的重要选择，已经是选择美国，移民归美国。但是你也想讲要移民归美国。迄、那个选择啊，是非常的痛苦，连根拔起，将伊个厝卖掉，亲戚朋友嘛拢无啊。因为你还阁过一个国度，你还阁生活，还阁适应迄个教育，还阁适应迄个气候，这是真正非常痛苦呢。但是伊选择的是对的，
吼、哦，阿姨嘛是伫看到咱的网站了后，当然，毛当然受训。啊，因迄天母亲节吼，拄我的课，我有讲到，我特别做因做介绍，但是我无名甲讲出来，吼、哦，阿姨嘛足非常的欢喜，吼、哦，这是非常难得，吼、哦，啊，今天时间到这，好，谢谢。